本所在22日晚间8点多的时候，接获报案，指称本辖听见一带有兄弟的家庭暴力案件。那本所接获报案之后，立即的驰赴现场，发现是弟弟手持球棒殴打哥哥，造成哥哥的头部严重受创，那经送医不治。那本所立即将该名弟弟与现行犯逮捕侦办。那经了解呢，是弟弟不满哥哥长期跟家里头伸手要钱，那今天哥哥又再次的向父母亲要钱了，竟然让弟弟产生不满而引发这次的案件。